我们不是今天吃肉，是顿顿吃肉。大家好，我是包肚子，剩一点点干肉，明天自己会再吃。把干肉切成块，胡萝卜、土豆、豆角都切成块，加入这道菜的精髓——羊油。让它化一下，把干肉倒锅里，从锅里倒，放点调料，最后把菜倒锅里，放点水，盖锅盖，添一些饼子，熟了，尝一下，哇，绝了！看，有，太香了。我们不是天天吃肉，是顿顿吃肉。